王瑞华常委莅临会场，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王瑞华王常委，我们最亲爱的王瑞宇王常委，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王瑞宇王常委莅临会场。好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常委文豪莅临会场。欢迎我们的总裁莅临会场。欢迎总裁。台塑企业总管理处2019年募年会正式开始。总裁、管理中心、三位常务委员、各位贵宾、各位记者小姐、先生们、各位总管理处的所有同仁们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是总管理处的募年会，也是今年继企业各大公司之后最后的一场募年会。那么今天奉总裁指示要我上台来致辞，在此我仅代表总管理处欢迎各位贵宾的光临与指教，谢谢你们。今年对本企业的经营状况来说，可以以多变、艰辛及困难来形容。在年初的时候呢，由于油价的缓步上涨，看起来整个经济的情势也不错，可是到了五月之后呢，整个油价开始走跌，加上美中贸易战的持续影响，也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整体企业的一个营业额及获利率。总计2019年，就是去年，我们企业海内外的总营业额是2兆390亿元，比2018年减少了14.6%，税前的利益额2074亿元，也比2018年衡退了43.7%。为了照顾员工，确保员工的生活，为了更加能够鼓励我们同仁更加奋起，所以我们很幸运的在去年的年中获得了总裁及常务委员们的认可，同意了我们变更了我们年终奖金的计算方式，也就是把以往3年平均的滚动式的计算标准改成了以去年当年的固定式的计算方式。这样的计算结果核算了我们去年核发的年终奖金是4.94个月。也就是说这中间差了1.8个月。同时为了慰勉大家的辛劳，总裁秉持着经济越不景气，照顾员工就要更努力的这样宽大的胸襟，又额外的合加了2万块钱的红包。这比去年还增加了5000元，所以合计我们实质去年领到的年终奖金是5.42个月。当然这个我们过去连续四年的这样的一个所发放的标准是不能相比，但是跟外面的企业比较已经非常值得人家羡慕。我们是不是属于非常幸福的企业啊？因此
在新的一年，我们深切的期许所有总管理处的同仁，在总裁及三位常务委员的领导之下，除了落实及推动各项的管理工作以外，我们更要积极的协助各公司在产品的差异化、高质化的研发，全力去执行模拟跟人工智慧的相互运用，来优化我们的制程跟设备，同时更要严谨的去执行各项的稽核作业，确保我们全员都能够落实 SOP。 那么把我们所有的各项生产、公安、环保管理做好，实质的提升我们生产的经营绩效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跟世界国际上有竞争力，继续朝着永续发展的目标迈进。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最后，在新的一年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欢乐。也在此提醒各位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的规定。谢谢，祝福大家，请大家尽情享受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佳肴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您。我们恭请总裁跟我们三位常务委员上来跟大家一起敬酒，好吗？是。好，我们欢迎总裁以及三位常务委员，欢迎他们的上台为大家。那请各位同仁也帮我们桌上的酒杯也斟满喽。总裁中间请。好，来，请各位同仁帮我把酒杯高举起来，好吗？总裁带领大家，现在跟大家敬酒，来，大家一起举杯。鼠年行大运，鼠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，谢谢。好，大家掌声鼓励，谢谢，谢谢总裁，谢谢我们三位常务。这是商业机密，你知道吗？商业机密，还是回来吧，不要打扰人家吃饭。哎呀，太，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这个是前面要提成的。掌声好吗？耶！
管理三组。在哪里？吴，我姓吴的，吴超级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他自己可能不好意思讲，我来说没关系的。他讲实在话，他啊为国事、为公事、为家事，每天都睡不着觉，很辛苦。让他先摸起来，把这个奖摆在上面，他先离开，好不好？然后总裁摸完了，我们请副总裁一起摸。我们请啊，常委你摸完了哈。哎、欸，然后两个奖挂起来 ，OK， 好，挂起来，来，总裁这个奖你不能宣布哦，不能宣布，没有。我们谢谢总裁摸这个奖，谢谢总裁，掌声鼓励。哎、欸，这位，这位再见了，我这里都找到差不多三十几个几头。哇，给总裁个掌声，热烈掌声鼓励好不好？谢谢总裁。还是，好，这个挂起来，来，现在请副总裁摸来摸这一张。啊，这一张也不能宣布，也是先贴起来，谢谢。我们很高兴，2019年最后几天跟大家一起度过，最后不算时间，谢谢大家这一年来的努力。那我们希望我们2020年是更好的一年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黄组长，恭喜红牌，恭喜参加二组，好爽！10万元总裁奖幸运得主是。